欢迎大家收睇今晚嘅比赛。天气咧就相当之好噶啦，望上天咧云都唔多嚿啊。而球场里边嘅气氛咧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噶。哇，见到即系两边嗰啲球迷啊，打气几咁落力啊，大晒旗啊，一片旗海咁样，真系非常之热闹。睇嚟今场波咧，相信都会好有睇头噶啦。一个咁壮观嘅球场，真系好适合呢一场。尼玛组织啊，真系唔错噶，系争埋嗰一脚嘅啫。防守啲球员咧，中间有条罅嘅，喂，小心啲先得嘅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话个波唔离脚嘅，呢、這个直线靓啊！喂，试一射啦，喂，好波啊！有翻啲突破啦。原来啲球员之间有条罅嘅，真系你唔射穿我都睇唔到啊！龙门啊，更加冇办法应付啦。领先1-0啊！我场边未入场嗰啲球员咧，就好似冇咩反应啫。不过断估佢哋都应该几 happy 嘅。尼玛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个波出咗界，界外球啊！试下扼埋去啦，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，可以解围啊！祖利安·白兰特整脚直线，金宝试下扼埋，得唔得先？入咗冇啊！真系顺到咧，阻都阻唔住啊！真系够晒冷静，攞得好准啊！呢个波正啊，够简单直接，总之有机会就起脚。莱比锡领先两球，可以松啖气啦。而家嘅情况唔同晒啦，其中一队好明显控制住场波啊！好嘢啊！啱先话失咗个波啫嘛，又即刻攞得翻。亚历山大帕图传个高波，半场完啦。咁你认为上半场嘅情况点咧？今日呢场波对佢哋嚟讲好似好易踢咁，会唔会真系咁容易就可以赢波啦？莱比锡上半场就踢得顺风顺水啊，领先两球。下半场啱啱开始啊！呢、這个直线靓啊，系咪要起脚咧？呢球波靓啊！下半场个节奏好快啊，喺正个龙门前面点射都入啦，系嘛？咪完全唔明咧，点解佢哋会走甩呢一个射得之人？简直系明知故犯。呢场波真系越嚟越好睇啊！哇，下半场咁早啊入到呢球波，成队波轻松晒啦！呢球波同期望有好大距离喎，睇嚟直接长传，祖利安·白兰特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基利安·麦巴比突破咗越位啊！史基布特一脚将波清走。朗拿度，嗱球证冇举旗啊，嚟啦，有得射啦，身形占优啊，一脚踢走呢个波，非常时候梗系有非常手段啦。而家都冇得担心咁多噶啦，一定要揾方法去突破噶啦。冇错啊，射佢啦，成队波都好有信心噶，有大把体力，不过呢个波咧控唔住咧，争啲有危机啊。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嗱喺呢個時候咧，壓多啲人上去咧都啱嘅，因為嘗試咧想追平啊嘛，後衞都要冒險啦。帕圖食唔應啊，防守嗰邊鬆口氣啦。
力山大柏圖，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？球證睇一個標之後就吹雞完場啦，相當之好睇嘅一場波啊！兩邊都有波入，結果咧只係差一球啫。Kimman 波啊睇完啦，有乜睇法先？嗱，呢場波我哋贏咧就好明顯，你見到佢決心好夠啦，成隊波都好團結嘅。最緊要係咩啊？最緊要有士氣啊嘛！又是時候講拜拜，真係好多謝 Kimman 咁專業嘅講解啊！今日真係學到好多嘢啊！